各位，你们现在想要听一个秘密吗？我现在想到了一个秘密，是我埋藏已久、埋在我心底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。这件事情已经埋藏21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我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事情，但注意到了会被人说：“哎呦，你好娘哦！”的一件事情。你们想知道吗？你们想知道吗？想吗？真的、哦？你们这么想啊？那你们有看过《海绵宝宝》吗？你们看过《海绵宝宝》有一集？好像是前几集吧，我印象中是他海绵宝宝第一次遇到山迪吧，然后他要去他家玩，然后派大星就教他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想要炫翘小指，对吧？想要炫翘小指，我们现在把手举起来跟我做翘小指的动作，想要炫翘小指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要讲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，我拿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拿一个杯子，拿一个瓶子。我的小指会不自觉的翘起来，你们有人也会这样子的吗？就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是有人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拿东西要翘小指？我那时候才发觉惊觉，啊、靠背，我怎么会拿翘小指？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，就我不知道我的小指感觉就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我用键盘对不对？我从来不会用我的小指去按任何东西，唯一会按的就只有 Ctrl， 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的吧？因为我的小指很没有力，我用小指按键盘很不舒服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我用我的大拇指去按 Shift 或按 Ctrl 可能都比较舒服、欸。我用小指按 Ctrl 超酸哎、欸，这是我的问题吗？这个我没办法啊。